手间的就各自哈，就各自离开，谢谢。哎、欸，谢谢主席哦，我本来是没有想发言的，因为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立场跟态度蛮清楚的。那只不过说，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有听到一些我自己过去在我有限的知识范围之内难以理解的观点啊，或者是言论，那想说利用第二轮发言的机会啊，稍微丢出来，那或许参与这个公听会很多学者专家、各方先进的团体代表，甚至包括我们的主管机关啊，在法案开始逐条审查以前，那都可以回去啊再做一些 homework。 那我必须要说哈，就是说作为一对子女啊的父亲，我对于以子女的利益的观点，然后反对同性婚姻这样子的看法，我自己是蛮难接受的了，因为这似乎在暗喻着说，我作为一对子女的父亲，竟然支持同性婚姻这件事情，是不关心我小孩的未来，不关心我小孩的教育。那其实我对于这样子的看法，其实我觉得我个人啊哈是觉得蛮被冒犯啊，不过没有关系啊，就是在这个社会上面有各式各样的言论啊，不管它再奇怪，都是一种言论啊，那都在考验着这个社会啊整体上面我们整体的公民啊真的理性思辨啊的能力。那我想要抛出来的一些，就是今天啊，不好意思，我再利用一个机会再讲一下，因为今天那个书面资料，不好意思，因为我早上在财政委员会要审一个很重要的法案啊，纳税者权利保护法，今天出委员会了，所以我整天都待在财政委员会那一边，审这个法案，然后前面有一些先进的意见我没有读到，我刚进来把那些书面意见稍微翻了一下。25页有一个代表说，虽然黄国昌委员因为我被点名了，一直挂保证同性恋不等于性解放，但是同志彩虹旗第一个颜色就是如何如何，性解放不是运动，也是最终的目的。我在想，今天立法院目前在讨论的法案是要不要承认同性婚姻，要不要给同性恋的朋友跟伴侣们，然后享受婚姻的制度保障，这跟性解放到底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现在目前在讨论的法案是不是好像似乎也不是要通过一个性解放的专法来处理这样子啊的议题啊，可能在论述的层次上啊就出现了我刚刚说以我有限的知识程度实在很难理解过去一段时间当中所出现的一些言论啊。那不过我们大家都是用最包容啊最宽容的心态啊来看待这些言论啊，透过自己的理性的判断啊来做处理。那我其实想要问的事情哦，是第一个事情啊，是说我们回到那个子女最佳利益的保护啊，因为我自己以前是一个学者，所以我自己看过的一些 research 的 paper， 在我的印象所及，因为我大概这件事情我有做比较多功课的，是在2年以前，那这个问题开始浮上台面的时候，那我把美国那边相关的文献看一下，那整个的研究最后的结论啊，是我并没有看到幸福的证据啊，说同性的伴侣他们在收养或是教育子女的时候，会对于子女未来的人格发展，甚至上面人生的成就，会导致比异性恋的伴侣或者是配偶来去教养子女，会产生比较大的负面冲击。那最起码我自己在2年以前比较负责任的把一些研究的文献大概很详细的看完，我的形成的新证是这个样子。那我不晓得说今天与会的专家学者，或者是包括我们卫福部法务部的代表，那就相关的研究是不是有进一步啊的 update。 那第二个是啊，我也蛮好奇的，就是说今天与会的代表对于啊就异性恋的父母离婚了以后，异性恋的父母离婚了以后，在传统上面所谓一个破碎的家庭长大的小孩，他们所造成的负面冲击的影响，是不是有一些有系统的研究？那如果说跟我们一般传统上面的概念的想法是一样，就异性恋的婚姻破裂了以后，
对子女的教养会造成相当大负面的影响的话，那在子女最佳利益的考虑下面，不晓得今天所有与会的代表会不会认为立法院这边立法委员应该要进一步的去严格限缩啊有关于离婚的要件，那从以前的过失婚走向破绽主义以后，是不是觉得要走回头路，甚至为了子女的最佳利益啊，我们可能根本要禁绝啊，一旦走入进婚姻之后啊，根本要禁止离婚这种形态的出现。那第三个部分呢、啊，想要请教的问题是说，我大概可以了解不同的宗教对于婚姻的本质跟看法都有它不同的内涵。那我不知道与会的专家学者啊，是不是会赞成说啊，我们针对不同的宗教里面的婚姻啊，通通来定一个专法，就是说啊，某某宗教的婚姻专法。那在这个专法里面啊，把这个宗教里面啊自己的教义，那对于婚姻的看法全部融入啊，变成法律啊的条文。那到时候如果有不同的信众啊，再按照不同的婚姻专法的方式啊，来予以进行啊规范。然后用这种特别法的方式啊，来予以啊处，用这种特别法的方式啊，来予以处理。那以上啊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啊，当然我自己心理上啊都有答案了。那只是我抛出这些问题啊，想要再听听看看各界的看法，因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的时候啊，作为答案啊，是作为在检验自己啊，面对有关于同性的婚姻要不要修民法的时候。其实是蛮好的一块试金石啊，在试的是什么？在试的是你到底反对的是什么？那你到底坚持的是什么？那还是说用各式各样不同的理由啊来包装，在心里面最深层，但是却不愿意承认的歧视？谢谢。好，下面。